幼稚，不愿感情跨下休止，或许听来有些幼稚，但不知道的是，我不过要的是一个笑容跟斗志，一个叫做不收拾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廷雅霍。这一趴应该是我目前最紧张的一个趴，应该说每一个 talking 我都很紧张。我本身是一个比较不善言辞的人，唱歌的部分我其实没有很担心，但讲话的部分的话，就可能大家要跟我有一点互动。谢谢。所以我就是写成罗马拼音死背这样。